黑潮为何被称为 Kuroshio？ 这个英文单字可以拆成两部分，日文汉字的黑发音为 Kuro， 而潮发音为 Shio， 欧洲人直接音译日本话，这好像是全世界都称生鱼片为 Sashimi。有趣的是，葡萄牙文的黑潮也是 Kuroshio， 荷兰文也是 Kuroshio， 西班牙文也是 Kuroshio， 可见英文的 Kuroshio 是跟随葡萄牙、荷兰或者西班牙的文字而来。黑潮穿越巴士海峡流过台湾，然后流向日本南方的九州岛，因为这个洋流远看是黑色，所以日本人便将之取名为黑潮 Kuroshio。 而欧洲人在16世纪随着黑潮到达日本的时候，便入境随俗，跟着日本人发音为 Kuroshio。 日本本来没有番薯，是欧洲人把番薯带到日本，让日本农夫也可以种番薯。台湾本来没有牛，欧洲人利用黑潮把印尼群岛的牛带到台湾，改良了台湾平埔族的耕种。在下一集我们介绍黑潮如何流过台湾。